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美，欢迎回来啊！我们今天呢来玩这一款游戏呢，是今天啊 Steam 上面刚发售的一款游戏，叫做《感染者三启示录》。那各位看到刚刚的这个前导画面以及现在的游戏画面呢，大概应该知道是什么游戏了吧？就是呢，你可以操控一股瘟疫，一股病毒啊。一股瘟疫，一股病毒，这样讲怪怪的、欸，应该讲说就是可以操控病毒，然后去让你的地图上的这些人民呢，都变成你的僵尸哦。这个玩法有点类似像是瘟疫公司的那种感觉啊。哦，这个玩法到底会不会跟瘟疫公司一样呢？好不好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哈。好，那刚开始呢，入载游戏有三个空位栏。好，它这还有新手教学模式啊，我们就来试玩一下好了。然后我们来试玩一下，点击继续，左键点击任意的地方传播病毒，尽可能感染他们。啊，有了，哦，变病毒了，这些僵尸跑去咬他们嘞。被病毒击中的敌人会变僵尸啊，就一个扩散的概念。哇，居然把这个给破坏掉了耶。哇，僵尸死掉了。使用手榴弹等辅助品选中他们，哦，可以把他们炸掉，哦。然后我这边还可以，你还可以召唤你的僵尸大军，点击它，而可以自己放哦。感染跟放是可以分开的，哇，好酷哦。然后可以这样脱衣，哦，已经学会基本操作了。所有人类已被关闭击杀，哦。你的目的是要感染人类，把他们变成僵尸，然后摧毁世界。这跟瘟疫公司差不多啊。让我们来摧毁每一座城市，消灭全人类吧。好的，请选择一个大洲，开始传播你的病毒。哇，关卡好多，有没有台湾？好，这边应该有台湾吧？小小的一个在这个边缘啊，这可不是台湾。好，我们先随便选一个好不好？选这个好了。亚洲区人口密集，解锁吸血鬼僵尸。哎呦，获得奖励，免费的什么？是吸血鬼僵尸是不是？全球恐慌等级，大洲恐慌等级。然后选完这个区域之后，可以选小区域。我们选亚洲区有没有？啊，这里是属于哪里啊？这个我看不太懂。人口密度、感染程度。挑战杀死十个人类，收集150个金币，产生五只僵尸。干来看看，啊，然后我们这边界面跟之前一样嘛。喂，有了，感染了。来，快咬死他们，咬死他们。然后收集150个金币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别跑。这边再放一只。哇，这僵尸跑到一半之后会软掉呢。哇，我就消灭不了所有人类了。原来那个跑到一半僵尸会挂掉哦，哇，有点小尴尬哎。我们成功了，有成功就好。没有金币不够，哇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可不可以重来？哈哈，新闻报道，可恶，我们差一点。我想要拿到那个高阶一点，改变播报员。观看新闻500次才可以用哦，摧毁一个州。不是啊，改变播报员有什么意义啊？这只是一个另类的成就吧。莫尼卡。可恶，我们少一个。僵尸是移动缓慢的腐尸，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，开始升级吧。购买点起这个此处可以购买生命升级。
太棒了，现在你的僵尸会腐烂的更慢，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猎物的那个时间会更长，不会就是跑到一半突然软掉这样子。让我们提升你僵尸的行走速度吧。哦，会越来越强哦，干得漂亮！到时候你的僵尸会跑得像吃大脑的奥林帕斯克选手、田径选手一样快这样子。现在你已经了解基本操作，你能统治世界了。哇，辅助道具是什么？这是辅助商城，你可以在这里购买东西。我们会给你200金币哦，又送200了，这么好。好，解锁手榴弹。好，太好了，你现在有手榴弹了，你可以通过点击啊来装备。手榴弹可以炸开墙壁和物体。哦，你可以想买多少物品就多少，但记住，一个槽内只能装五个。五个？是这个吗？是下面这个才是装的吧？好，这个可以这样拖移过来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地雷小罐引爆一个能在区域散播僵尸病毒的小罐。汉堡闻起来很好吃，但是吃了之后会被感染，能吸引人类将他们变成僵尸。黏液罐哦，放置在一个能让人类变成僵尸的有毒黏液。那个比较好啊，这地雷会爆炸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这个小罐哦。欸，可是它都200块欸，其实全部解锁应该也不错啊。就解锁吧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们钱那么多，先全部解锁好了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一个好了。嗯，在卸下。哦，卸下是这样子，我们最多只能带四样嘛。啊，要买的话越买越贵欸，有没有？后面你看买550之类的。特殊僵尸现在不可用，好吧 ？DNA 现在也不可用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有没有多余的点数啊？升级要不要钱？伤害、抵抗。哦，点速度要赚钱的、啊，他的钱都是在这边显示啊。这个要700，好，让生命再延长一下。好，继续。你得到了一个僵尸，让我们用它来制造点什么吗？好，按下按钮点实验室。被感染的区域会产生僵尸，让我们分解火蜥，制造一种新的僵尸。好，这边开始来了。这是僵尸的分解车间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创造僵尸，像弗兰肯斯坦那样。我们这么创造一种新型僵尸。哇，长这样子啊、哦！哇，这个所有能力都有所提升呢。需要两个僵尸来进行实验，太好了！现在你有僵尸了，别忘了装备他们哦。这样子我就一只这个，我有三只一般的僵尸。你还可以通过混种啊、哦，混合同一种生物来升级你的僵尸。我们会给你十个普通僵尸，让你们先来尝试一下吧。哇，升级哦！同样的僵尸可以让我们等级提升啊！你现在很快就用了僵尸大军了啊！这个能力提升好像数值也会上升嘛，没有错。那它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联性啊？是这个是属于整体的所有僵尸都可以得到的能力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升级的机制呢，是可以让你的僵尸啊单各个自己的单位提升能力啊，好像不太一样欸。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好了。哇，大肌肉僵尸欸，还有这个，哇，做一个，再来，升级，有了，我们有这一只了，可以放吗？欸，不行，欸，为什么不行？哦，制作了，有了，那这个制作放下来，好，原来按下制作就有了，那小僵尸在做成这个有没有？然后后面都看不到了，我们再做一下，做一下这一只好了，这感觉蛮强的。好，我们有两个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再继续占领了吧？好，我们这边还没有完全占领呢，我们就一直先进攻这个点，好吧？我们这个金币啊，差一点，没关系，再一次。这次的话呢，投放在哪里比较好？
头放在这里 ，Yeah， 放出来哦！快点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哇，大力士僵尸，全部都杀光光了、啊，躲嘞！敲一下爆了，赢了吧？有了吧？而且还开速度，哦，有了，上升了，恐慌等级上升。什么拉下来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可以获得一些道具这样子。这跟有点类似像线上那个不是手机游戏的那种感觉啊？还是说这以前本来是手游？逃跑的病人出现在亚洲，就目前看来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。一名患者从音乐逃出来，必袭击敌人。那卡层被咬一块肉，有没有？笑死！好、哦，这个大成功，有了有了，加好多钱哦。那我们现在要提升什么才好呢？我觉得速度还蛮重要的哎。可是这样就要1400。好、哦啊，我们这些到现在目前都还没用过啊，其实没什么问题啊，是吧？没什么用过啊。哎呀，买这感觉好浪费哦。而且这个用完就不能再用了啊，我还以为可以重复用哎，好可惜哦。我现在还需要花一点时间，稍微去揣一下，而且要怎么制造新的僵尸啊？这好像是要通过通关，然后去获得这些道具的样子，好吧？那我们就一样提升一下我们的生命、伤害、抵抗、攻击提升好了，感染率好了。我觉得感染率或者是突变率这两个提升也应该也是不错一个选择啊，多多增加一下这个该有的数值。好，各区域解锁，感染一个区域可以让你得到一个 DNA， 我们使用它吧，应该是最后一个。欢迎来到 DNA 实验室，你可以此拼凑 DNA 解锁方法行为，我们会给你一些 DNA 以便开始，让我们创造新的突破，新的突变。购买，目光锐利，略微提升僵尸的视野距离。如果你对你的 DNA 选择不满意，你可以重新重组，按下这个按钮。重组在哪里？如果你已经学会了如何拼合 DNA 的话，尽可能多底，尽可能多底解锁僵尸图片。哇，这重组还要花三个 DNA， 阿内姆汤哦。而且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上升的意思，反正就是看得到很清楚就对了。然后呢，解锁一个在杀死敌人能够自我再生的僵尸吸血鬼之吻，然后搭配死亡之握，哦，有没有？握死你，让我握握。哇，这些都好贵啊，都要3块耶，没有钱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去占领侵略一下。我们这次换下面一点啊，这应该是这下面这个地区应该是菲律宾吧。啊，是不是？我的地理位置不是很好、啊，抱歉。杀死20个人类，制造2个僵尸，产生5个僵尸在一个地图内。刚来看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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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哦呀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哦呀！啊哦！啊哦！啊哦！哇哦！我这只还没死，咬死他，大成功，我们赢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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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，获得道具。哇，全部都这个、啊，这个多一点没关系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合成新的僵尸啊，新的丧尸这样子。哇，制造2个僵尸没有失败，没问题。不 care， 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，然后这些全部都是消耗品啊，真的有点可惜了，通通都是消耗品。所以说这些尽量不要使用，不然蛮浪费的，一下就被用完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下面越来越多哎、欸，我多了一个这个 DNA 可以使用。哎呀，我在想说，他同一个地区可不可以再重复挑战，让他恐慌哦，又可以耶！一直重复挑战的话，这个恐慌地区越来越多，有没有？
恐慌越来越多之后，好像获得东西会更多的样子啊。我们试试看好了。哦，真的换不一样地区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这边有点 lag 啊？哦，这样好像好多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落发点是哪里会比较好。这里，这里人比较多。哇，尴尬了。啊！咬掉他们。我们可以选择把门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关起来之后有没有？这边放一只在里面，挖到死为止。这里也再放一只，放出来，放出来！完了完了，有些人没有被我吃掉，快点吃它！完了，我现在在浪费数量啊！哇，这是 GG 了，可恶，这有点难欸，没有想象这么容易欸。待会要再重打一次了。重打一次，重打一次。不过有增加的不错啊。被咬伤的患者出现在印澳地带，就目前看来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要担心的时候就会开始制造解药了。到时候我们可能又要像那个瘟疫公司一样，有没有？把这个解药给控制，给抑制住，不要让这些解药啊，让我们直接啊、被摧毁。好，我们要当一个很残暴的病毒。好，发观察名单，开始对病毒进行研究了。哇，才刚讲而已。啊，怎么办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要怎么办？如果是这样子，要怎么办嘞？哇，后面的僵尸又越屌嘞，真的越猛了。我们还是不能学这个，我们还是多学一些这些好了。感染率，我们先把这个最基础的学满，哦，应该可以慢慢的好好的统治他们。好，出现了，小心！人类建立的实验室开始研究解药了。人类所建造的每一个实验室都会加快研究过程。袭击拥有实验室的地区可以减缓研究，摧毁它。我要怎么摧毁？我要怎么摧毁？教一下啊！我要怎么摧毁啊？应该是要开地图过去吧？是不是？暂停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到他那个区域啊！我要怎么去他那个区域啊？我现在只能选择这里。哇，这样不就给衰，只能待在这个地方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只能这样子欸。哇，尴尬了。菜单没用，实验室他不让我换区域了。我刚开始选亚洲区，哭哭哦，好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先继续吧，继续感染我们原本的地区。杀死15只哦，知道怎么杀？先把警察变僵尸好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这边来一只。哇，直接变图变僵尸哎、欸，那个变大壮汉壮汉僵尸，敲死他！还在打卡拍照，咬他！哇哇哇哇，还在念书，还在念书。啊、哦，我们就不要那么浪费的把我们僵尸放出来啊，不然这样子的话，很快就没资源了。啊、哦，恐慌等级上升，哇，我们这杀人类15只失败，安全提升出现在印澳地带了，他们开始加强巡逻了。哇，现在正与我们对抗之中呢，我们现在有4个，我们要升什么比较好？感觉这个很快耶、欸，然后移动速度是 1.45， 哎、欸，这个比较快、欸，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嗯，我怎么觉得都一样？其实并没有，就这个最快了。制作一个好了，我们现在只有两只，完蛋了，一趴，我们必须要动作快一点，再一次好了。
我抓！哇，只有一只，阿内姆丢。哇，没有变僵尸，好可惜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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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变僵尸！有警察杀他！警察挂了！哇，这个什么僵尸啊？还有在打卡拍照的吗？哇，没炸到！哦，我加了蛮多的，恐慌等级上升，又增加恐慌等级了。哦，好吧，我觉得今天试完差不多在这里结束哈。我就觉得这个游戏还蛮不错的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啦。那没有意外的话，之后看怎样的情况吧，不是录影片就是直播吧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鬼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啦，拜拜。